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刚刚做好的爆浆蛋糕，我们一起来尝尝好不好吃吧。如果好吃，我们一会儿给我儿子送过去。这可是我做了一宿的奶油呢。哇，竟然想倒挪过来，先喝一口汁儿。呜、哦，几个颜色混在一起的汁儿应该很好喝，好好喝啊！来，我们吃上上面这一层蛋糕吧。嘿，下不来了。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撕？拿下来一块，哇，千万不能让奶油掉了，紫色的。啊，没白花我这一宿的时间，香芋味的超好吃。这太好吃了吧！这么好吃的蛋糕，我完全不可以独享，赶紧给我儿子送回去。关注我，我们一起吃美味的蛋糕啊！